来吧，这一时间一首《我是主播》送给大家啊！我是一名主播，一个小主播。与其说是一个主播，不如说是一个小丑，这样会更加恰当吧。我为了这个直播，曾经我也放弃了很多。我为了产生价值，我也暗自发泄过毒誓。为了让你开心，我也找过很多段子。一路颠簸，仿佛也在磨练着我的心智。曾经我也有过想要放弃前进的路。每天的黑粉谩骂让我感到无助，漆黑的夜晚使人前进的更加迷茫，孤独的我也会感到焦虑彷徨，人心叵测让人冰冷而又感到失望，是否前进，是否应该坐下好好想想。慢慢经过努力，终于找回前进的勇气，按照自己想法前进，不管别人思绪。想想家人，想想自己，想想那些知己，挺起胸膛，自己告诉自己一些鼓励。我是一名主播，我只想要换回我的生活。我是一名主播。我是来吧，这时间我是主播啊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为我转发、点赞以及评论啊，谢谢。啊，这个作品送给你们。